喺个咁多五抗嘅两房咧，佢浴室有窗嘅，唔系一单两间，系都几多，非常好。我哋可以睇边度？任何。右边都可以。好，咁我睇咗先。入门一个海景，咦？呢、這个海景 OK 喎，502尺啊，侧海。前面挡咗少少，但系佢露台就几大咯。有呢度。入嚟俾我感覺，呢間兩房雖然五百幾尺，但係略為細少少。心理上，然後廚房好靚仔啊！前面有一個工作平台，然後呢邊就係睡房，一個大嘅玻璃窗。哇！呢線海景正咯～然后那边就是室内用了，这边就一个地盘起紧，厂房就是这个嚟紧会拆的。浴室啦，有窗的。这边就另一间房 ，L 型的转角窗，但系呢度一起楼咧又会挡住咗。整体嚟讲 OK， 个景观略为逊色，买得嚟呢度有得买就买全海卷嗰啲。入门有个圆骨鞋柜位，再转入嚟就是厨房，一字型嘅，用料其实几正的，所有嘢都比较明白少少。然后呢边有个工作平台，一字型嘅厨房我自己就一般般，因为其实用起上嚟都唔系几好用。然后一个长形嘅厅啦，呢、这个最吸引我一定系前面嘅外连露台，再加个海景。是下面那个船有少少煞风景，其他都好劲。同埋佢浴室那边有窗噶，真几好。然后睡房啦，呢边就主人房，景观我中意。走廊就大概咁阔啦，呢间 D 单位。498尺，入去就有个玄关，做个鞋柜，再转入嚟就有一个长形嘅厅，往前行，同埋502尺嗰啲差唔多啊，景观有少少分野，有厨房就有少少三角形，叫做半开放，咁你呢度可以集咗佢变成紧厨咯。如果對比一字型的廚房，我自己比較喜歡這隻，它的動線來說用起上來就方便了。這裡就是浴室，五抗的浴室呢全部有窗，真的很 amazing。 D 單位就537尺，兩房，橫廳的兩房。哇，這間正喔，海景。哇！前面唔起楼嘅话，会望到烟花景喎。有少可惜嘅，因为呢度前排一定会起楼，除非你真系买到好高层，过晒前排嗰啲楼，你先会望到个烟花景。唔系嘅话，应该系望楼景噶啦。系啦，咁都系厅啦，嗰边就有门位啦。咁呢个就露台啦，望过去海景。个厨房就 L 型嘅。OK 嘅，浴室，然后就细嘅房，呢边就主人房。如果我哋睇翻个户型图，呢啲两房全部系打侧咗少少，望翻个海景。尺价嚟讲，都系海景之中最平嘅，15000尺价起步。你觉得发展商卖贵咗吗？留言话我知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